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我们又回来了这个 DNA 进化之路了、那老头呢，也为了就是体恤大家呢，可能一直看不断的获取 DNA 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冗长了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私底下呢就花了一阵子的时间哈，一阵子的时间把这个 DNA 基本上全书都收集到了。各位看见这个满满的 DNA 了没有？还有这是满满烧的铁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，超级麻醉 ，super 长管步枪，这 super 长管步枪就是我们之前以前模组常在用的，射一发就可以直接晕暴龙或者是晕恐龙那些的，那这些呢 ，DNA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用这一把去驯服的啦，因为一枪就够了，不需要跟他在就是昏迷之前的打斗，根本不需要。一枪就够了，俗称夺命女嘛，一枪一个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老头呢大概逛了很多，也是抓的非常的多啊，心脏也打非常多颗啊，其实真的是还蛮麻烦的，真的弄到有点头痛，你知道吗？也都是为了让他可以顺利的进化啦，所以说其实这个为了让你们不要看这么冗长的过程，我就做了这么多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段进化，而且毕竟上一集我也讲过了。它进化所需的程序大概有五个阶段，我来看一下。没有，不是五个哦，我记得是九个阶段哦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往飞行虫那边跑嘛？飞行虫的伤齿龙这个阶段开始跑嘛？对啊，飞行虫这边开始跑，然后跑到了后面，然后我们稍微往阿根廷嘛，对啊，将近九个进化阶段欸，我靠，这个九个进化阶段要怎么搞啊？对啊，我只是想要一只会飞行又很强大的恐龙啊，那基本上也只能这么做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ANK 是甲龙嘛，魔鬼蛙嘛，可以啦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是基本上呢，能尽量让它进化到最前面就最前面，ANK， 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我们有没有甲龙的啊？我记得我们有甲龙的啊，甲龙去哪里了？甲龙您在哪儿？找这个进化真的蛮麻烦的，先拿这个，这个我需要，这样没错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居然没有甲龙的，大哥，你别闹啦，我全部都掉了，没有甲龙的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我居然没有甲龙的 DNA， 好想哭哦！真的，好吧，我们还是去找一下甲龙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What the hell？ 有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吗？哦，地球之神，你居然在天空飞！我的天啊！等一下，你应该不会主动攻击吧？我只是路过的哦。太扯了，对面也有一只，哇塞！这到底在演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啊，我只是来找甲龙而已，你现在给我看这个，也是让我失去生存的意志吗？太扯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这边看到一只哦，基本上呢，站在平台上面应该是可以抓得到了，不是抓得到，晕得到。好，我们就靠这个平台去晕它。好，我已经身经百战的老练了，好吗？这个对我来说更不算什么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就拿到一个 DNA 的，它是什么东西？它的进化体，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看它这个到底是能进化成什么，好吧？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如果它晕眩之后再醒来，它能不能够再拿一次 DNA？ 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抗麻醉的那个能力，其实阿法等级也都非常强啊，都很快的、你看，一下子迅雷不及掩耳就醒来了，又站起来了，他不是站起来了死掉欸 ？What the hell？ 他居然是直接给你往生欸！哇哦，居然是直接往生的那一种欸！算了，我们继续找，还有一只。
好的，我们现在这边又找到一只甲龙了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有南方巨兽了，非常的辛苦啊！我的天啊，这里是发生什么事？我靠，然后这边有一只 K 档的金刚，世界大战了，世界大战了！我们在这里应该是可以先遇到，我靠，要把他咬死了！那在他旁边还吸得到心脏，有没有？太屌了！我们有没有办法借机晕他呢？拿这一支 DNA 也是不错的啦，稀有的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这可以，有，快过来啊！头转过来一边，快点，头转过来一边，看见了没有？这是金刚啊，我不要金刚啊！看见，尾巴，就是这样，我快掉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可以。然后你看左边那只金刚跟智障一样，卡在树那边，它也爽。好，我们赶快拿下这 DNA， 我们就走人了。好，我们用垂降的方式，太好了，我们又获取了一个 DNA。啊，想问说我怎么拿到的？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拿到 DNA 的啦。不要跑，然后他们都会跑。这货他们都会跑。好。完了，他准备要抗麻醉了。我想要下去迎头，给他迎头痛击。他这个跳的实在有点广。哦，在这里。来，再一发，舒服。来，不好意思了，您的基因我就收下了。哈，爽。啊！哎、欸，不要破土啊，大哥！好，现在是进击的巨人。其实我们来的目的只是甲龙而已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南方我就想弄啊，弄一下也爽啊！啊，这种珍贵的资源还是要得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甲龙安好吗？啊，那边有一只金刚了。有青蛙我不要。哎，我们的甲龙还在。我们的甲龙，哇，我们甲龙快死了。车现在，我们不拖泥带水好不好？快点！赶快拿！有！各位再见了，乡亲父老们！啊，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时候到了，说拜拜。可以进化了，全部还我！赶快进化吧！你下一个阶段进化成什么啊？他进化成什么？下一个阶段我看一下，是什么东西？小盗龙。变成小盗龙了，他还要进化成嘟嘟鸟，我的天啊！为什么他前面都这么弱啊？可以后面强一点吗？爱与希望的结合，守护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，你会越来越强的。这还有想到我的英雄学院二，你一定会成为英雄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好中二啊！不过我觉得那部真的很好看啦，推荐大家去看。好，你看变小只了。变成这个，我们可以拿来手上的，还可以拿来飞的，有没有？这叫什么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小盗龙，这哪是小盗龙？它是不是写反啊？这应该是始祖鸟吧？刚刚那个才是小盗龙吧？哎、欸，它进化顺序反嘞、欸，那个资料上的顺序错误。好了，可以放我下来了，真的。来吧，宝贝，进化，变成我们的嘟嘟鸟，快点。怎么又不是嘟嘟鸟了？它的进化怎么越来越奇怪了？这是谁？这个不是嘟嘟鸟啊！好，它都乱写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继续进化，我们看一下还可以进化什么。再乱写没关系啊！哎、欸，你过来啊，大哥！你为什么要飞这么远呢？那跑去咬它啦！不要把他弄死！我跟你讲，
为什么那只血那么高，等级那么高？过来！你不要在那边乱跑，你是我重要的财产。你这样子死掉了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？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观众吗？请你停止你现在愚蠢的行为。来，下一个进化是什么？又是害鸟，怎么到处都是害鸟？而且是一模一样的进化、欸，他要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看又是害鸟啊，害鸟跟那个 PTARA 那是什么东西？哦 ，PTARA 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啊，反正就是还要再进化一波，啊，居然要的材料都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不要唬我，不要到时候尊贵的阿根廷巨鹰变成尊贵的棕猴，我直接跟你讲，那游戏砍了啊，这系列不做了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来，那现在才真的变嘟嘟鸟哎、欸，这顺序乱七八糟，看怎么看？你在给我嘟嘟鸟啊？啊、哦，抱歉，射错了。应该要把你设备动。好，你下一个进化要什么？下一阶段是谁呢？我看下去。哇、哦，终于有模有样的害鸟，而且超大只的。哎，如果我用害鸟鞍，我可不可以坐上去啊？吃的很好哦，它的体型比三角龙布利亚大小，就不能坐。呵，没关系，让你进化。Go。变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变成那个呢？那叫什么鸟的？这个叫做害齿鸟，是不是？可是它也要安插办法那个，而且它现在飞在空中。我们看下一个进化体是什么啊？变了！哇，我们有可爱的秃鹰了，进化成秃鹰了！我的天啊！按错了，抱歉。进化成秃鹰哥，哎，那他要进化，我靠，他现在就越来越多，三十个是怎样？阿根廷跟害鸟，阿根廷害鸟我可多了。来看一下有没有填，哎，没有充填，这样有吗？哎，居然用完了，不会是用完了吧？哈哈哈。啊，还有啊，还可以撑啊，哥还撑得下去。啊，哎，啊，为什么不能点了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已经有够材料了、啊，为什么不能点了？您倒说说看，我已经有材料了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化？我点两下了、欸，大哥大，太重了吗？也不是太重的问题啊。来，再给你一二三，哦，需要三十个。哎、欸，不能进化哎、欸，大哥，请问这是什么情形？这是什么情形？这是什么情形？对啊，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形？我是不是要重开机啊？重开机看看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回来啦。我们看一下包包哈，还是不行啊。重点，不给进化嘞、欸，这个是游戏的 bug 是吧？哎、欸，我想要进化成会飞行的，这个有这么的困难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可爱的秃鹰，永远不会进化的秃鹰，一辈子不会进化的秃鹰。我的计划就是被你毁了。啊，你又升级了，又有屁用啊！我连点就是点不进去啊！绝对不是我的键盘跟滑鼠坏掉，好不好？哎，不给进化、欸，我觉得我要全部丢进去，怒冲一波，把我说 DNA 都给你了，还是一样，好吧，算了，我觉得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，好吧，各位，我希望他可以做一点更新啊，把它给修复，不然我没办法进行下去了，太令我难过了，你懂吗？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进化就先到这里为止了，本来想要给你们看到最终形态，实在有点可惜。啊，还是没办法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啊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课进化阶段再见吧，拜拜。